底妆搞定了。以前我会画眉先，而家我想画咗对眼先。用呢个 blender 扫，用浅色嘅底色扫晒成个眼盖。个打底色系冇乜色嘅，但系好重要，一定要上。一来咧就系遮翻你头先嗰啲遮瑕嗰啲痕啦、眼皮接啦，同埋会令到你等阵间上嘅眼影主色系更加显色嘅。眼影就用 E.P. 嘅眼影扫啦，上你中意嘅主色，再拖埋去眼尾，务求咧画咗一个好似杏仁 shape 咁样出嚟。然后就用 EP 呢一支好有用嘅 clay 嘅颜色，你可以用嚟画上眼线。另外，我再揾佢嚟画卧蚕，用一用眼，睇下自己 natural 嘅粒位喺边啊，大概呢度啦。我就唔中意卧蚕嗰条线咧咁明显，所以我会用翻头先啦，沾咗橙色嘅 shadow 扫咧去 blend 开。咁如果你再想加强个卧蚕咧，就可以喺呢一个位咧再加翻个 highlight。咁如果你想個卧蚕再勁啲，可能個毛菇感再勁啲咧，就可以喺後面加多筆。雖然唔係好適合我，不過咧我都釘俾你睇啦。咁就喺瞳孔啦，中間側邊少少嘅位置啦，呢度拖出去，跟翻你自己嗰個鳳眼嘅位置，留翻呢個中間位置啊，唔好貼住眼邊啊。然後用翻頭先個 highlight 咧畫翻個眉。大功告成。Me Ming Bart